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圈哥。这不快过年了吗？哎，在老家这块儿，每逢过年，肉皮冻家家都少不了，哪家都得熬上那么一锅肉皮冻。那么今天圈哥呢，分享肉皮冻的两种熬制方法，一种是水晶皮冻，一种是琥珀皮冻。圈哥视频录制一年，攒下来的一些肉皮，今天呢，在冰箱里边全翻出来了。这些肉皮咱们也能熬2锅。首先，咱们把肉皮，先放到锅里边。然后加入清水，把肉皮抽透，肉皮里边加入生姜，再放点料酒去腥。水烧沸之后啊，咱们改成中火煮个10分钟、8分钟的，把肉皮煮至3分熟。要不咱们蹬肥肉时候啊不好蹬啊，所以说一定要多煮一会儿。圈哥的肉皮煮了8分钟，咱们用筷子轻轻的一扎，就能把肉皮扎透了，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咱们先关火，把肉皮都剪出来。然后把肉皮肥油都给它片掉，片肥油的时候咱们刀要倾45度以下，一点一点向前去推。然后咱们看肉皮这面有没有猪毛，要是有残余的猪毛，咱们用喷火枪或者是刮毛刀把这猪毛给剔除干净。肉皮上面残余的猪毛剔除干净，肥油去干净之后，咱把肉皮改刀切成长条状，宽度大概0.5厘米，肉皮全部切好，咱们加入1大勺精盐，再放入料酒去腥，再放3克食用碱，然后咱们使劲这么抓洗，这么揉搓，把肉皮上残余的肥油彻底的抓干净，彻底的给它洗出去，这样能有效的去除肉皮上面的油腻味。圈哥搓洗了大概1分钟左右，然后咱们盆里边加入温水，再继续揉搓，咱肉皮啊一定要多洗几遍。好，然后咱把肉皮先捞出来，装到这个盆里边，然后咱们再次加入温水，这次淘洗，就第一次咱们加入精盐和碱面和料酒，第二次、第三次咱们就无需再添加了。大家看一看啊，这个肉皮淘洗了4遍，现在这水已经变得非常清澈了，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煮熟的猪皮是989克，咱就当2斤蒜啊，差10多克无所谓。咱们呢分成2份，每份1斤啊。咱水晶皮冻采用蒸的方法，1斤的猪肉皮，咱们放入2块大葱、3片生姜，加入3斤开水。好，然后封上一层保鲜膜。用牙签扎上几个小眼儿，这样方便透气。蒸锅上气，咱们打开锅盖，然后把皮冻放在里边，盖上锅盖，保持小火蒸2小时。咱水晶皮冻采用蒸制的方法，琥珀皮冻采用熬煮的方法，看究竟哪种好吃。熬煮的方法，肉皮1斤，水要放4斤，然后放入葱、生姜，因为熬煮的火力要比蒸制的水晶皮冻要旺，因为蒸制的水晶皮冻吧，它蒸汽它没有火力那么旺，所以说放3斤水为最佳。咱们煮火力偏旺，咱要4斤水。葱姜下锅之后，咱们加入海鲜酱油，调一下底色。海鲜酱油放15克到20克左右。汤烧沸之后，咱们一定要改成文火，就是家里边最小的火量，让这汤保持啊稍稍有点滚泡的状态。然后咱们盖上锅盖，也是炖煮2个小时。视频看到这儿了，没给圈哥点关注的，给圈哥留个关注；没点赞的，再给圈哥点个赞，要长按3秒钟，会有特效出现。圈哥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了。皮冻需要2个小时，咱不能闲着，趁这时间呢，圈哥先搂2圈麻将去啊。一会儿的时间，2个小时到了，咱们分别把火关掉。咱们先打开锅盖，把它取出来。煮的皮冻也熬好了，然后咱们把葱姜都先剪出去不要。这时我们再往汤里边放点精盐和味精，把汤调过底味儿。待调味料融化之后，咱们把汤汁倒到保鲜盒里边备用。
蒸好的皮冻，咱们打开保鲜膜，把生姜和大葱都剪出去不要，加入精盐四克调底味，味精两克提味提鲜，哎，把调味料搅拌融化，然后咱把这个哎也倒入保鲜盒里边备用，把上面的浮沫劈出去不要。一种是用锅煮的，一种是用锅蒸的，两种都分别装到保鲜盒里边了。现在咱们静等时间，让肉皮自然成冻。两种皮冻，圈哥呀分别放了一宿，现在已经成冻了，大家伙看一看啊，看，等等着啊，然后咱们取出来，咱取皮冻的时候啊，哎，先搁边上，给它扒开，好。待会儿看一看啊，这是咱们的水晶皮冻，非常的亮丽啊，而且呢，非常有弹性，这就是圈哥所说的琥珀皮冻，颜色比水晶皮冻要深。哎，咱们分别尝一下味道啊。咱们先切这水晶皮冻。大家伙看一看这状态啊，透明状，类似于水晶，晶莹剔透，类似于水晶，哎，能看到川哥脸了，看见了吗？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呢，非常的筋道。就这皮冻上能不好吃吗？蘸点蒜酱吃是最完美的。嗯，非常有口感。然后咱们再切一下琥珀皮冻啊。咱在家里边啊，切成片儿，切成块儿都可以。这琥珀皮冻颜色类似于琥珀，也是非常漂亮。哎，春哥先尝尝味道啊。嗯，水晶皮冻和琥珀皮冻，春哥分别品尝了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感觉还是琥珀皮冻的味道更好吃一点，因为琥珀皮冻里边吧。放了一定的酱油，吃着味道更加的浑润，更加的柔和，香味更足。但是水晶的皮冻呢，吃着就是比较清淡，不腻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伙你要是想吃香的，你就做琥珀皮冻；想吃清淡的，你就做水晶皮冻。做法都是非常简单。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今天这两款皮冻能对大家伙有所帮助，希望家人能给圈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。圈哥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